开始。就是那天报告的，我看来相机要换了。就是我们组员讨论出来，就是好像有优点，就是 PPT 做得很漂亮，然后内容也真的很丰富，不错。然后可是还是我们毕竟坐到比较后面一点，然后可能字有点小，然后还有演讲者的声音有点小，这样子。好。